9号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机场，然后前往拉斯维加斯。在 Uber 上面了，人家司机都知道我们要去哪，太搞笑了。期待期待，我们是10:30的飞机，然后现在已经快9点了。9点半 check in。嗯，待会见，拜拜。机场啦，事实告诉我们不能跟着雨禾走，要跟我走，跟他走只能走错路。我们现在去 check in， 我们这次好轻松啊，一人一个包，只有一个书包的旅行。计算器，我们要登机啦。The gentleman, welcome to flight 260 with services to hospital. Because you guys look like a rowdy bunch, I'm just going to let you know.我们要点个这个和牛炒饭，然后点一个贵妃鸡，再点个小笼包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两个人，我们的小笼包上啦。这个设计归好看是好看，但这个太不方便了，好吃不？我们的饭终于都上了。太不容易了，饿死了。这也好吃，超好吃，就等太久，但真的好好吃。我们吃完啦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拿一波演唱会的票。然后，现在2点了吗？2点。给大家，然后 check in， 给大家看一下 Selina 直播吃炸鸡。我们现在在排队准备拿票啦。哎呀，现在还好，人不是很多。我们今天时间掐得很好，时间掐得很好。OK， 好，帮我算一下。对，2个小时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里的票，谢谢。点一下票，对，5张。哎，这里可以。开票。我们的票也不高级，1、2、3、4，你看一下是不是
我们的价格呢？酒店 check in 的人有一点点多，妈呀，全是人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还不错哎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这个价钱可好了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才150，可便宜了，还送了两杯水。对，看一下厕所，你把那个是得插在里面是不是？我们把空调打开了，把空调打开，好热。后面这个。这厕所，嗯，拔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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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外面长这个样子还蛮好看的。我们现在到凯撒了，哦，又是这个熟悉的电梯。我们要去 Chrome Hearts， 然后去等 Selina。Chrome Hearts 居然要排队，太可怕了。在经历排队半小时偷拍被发现之后，终于帮我们涛哥买到了外套，太不容易了，太。而且我一遍一遍的试，仅仅一遍一遍的偷拍，太尴尬了，感觉人家差点要把我赶出去了，那个人真的要把我赶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巨可怕！看到 Selina 了吗？他们在这里围这里一圈，太搞笑了。Hello， 朋友们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真的等了好久，谢谢。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电视剧里面的偶遇，哟，这么巧你也来了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为什么还在？你为什么还在？是不是要去 A 片？我对啊，你要一起去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 ？A 片这里的是不是还没开门？没有，对，还没有。哈喽，哈喽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去 A 片。Selina 放弃排队了。我就跟他讲了，让他不要排，他非要排。这个是我买的，然后这个是呱呱买的，打破今天 window shopping 的魔咒。对的，好好看。我们买完了，我们现在去吃鲜芋仙。我们现在像流浪汉，我们所有人在这里流浪，有没有？找个地方在这坐着等车。无所谓，等了十几分钟。终于来了，鲜芋仙，但我一般都会硬，对，很勉强。我们的晚饭，进来两个人，还有呱呱，挡住谁？好蠢啊！我又给你截个图做封面，打到一个贼拉炫的车。我感觉这个司机看得起外人了，里面这么鬼亮。绿色，给赞，这个司机给赞。下一个是什么颜色？蓝色，黄色，红色，粉色，黄色。我觉得黄的好看，哎，蓝的好看，蓝的特别好看，蓝的特别显白。我们现在回酒店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去看演唱会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票。然后等会不能带相机进去，我就用手机录啦。等会演唱会见哦，激动激动，拜拜。现在准备安检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人流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正在认真的拼图。我要排球，隔开了，里面好大，好近啊，有点爽，好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感觉场馆本身都不是很，很大。
哎呦，女生在哪里呢？的龙卷风，
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觉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，想你一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也没有什么的，我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，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逼逼自己离开，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看，我用微笑来带过，我没有转手天分，没有肉你也收收它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，你已经远远想起，牵着你背着
眼。
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，不随匆匆传来传的声音，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，将愿望着纸飞机寄着心，因为我们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有意义的。因为我第一次来到台北的时候，我不会讲中文，现在我的中文也没有特别好，但是那个时候特别烂。然后大哥说，如果你要把妹，你一定要学这首歌。安静，安静。这首歌，那个宇勋老师，麻烦帮他伴奏一下好吗？来喽。等一下，有提示机吗？有。哎呦喂，我看不懂。那我来。Ready？来喽。只剩下看见自由。
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我，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沉浸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逼自己离开。Thank you.
为什么要饿死了，这比我想象中也快太多了吧。我要淋半小时炸鸡，对，我要淋一波这个 maple syrup pancakes the buffalo wing。 我要去洗脸了，我决定吃完我再护肤，饿死爸爸。爱吃他怎么了？我要吃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7:11，我们要去赶飞机了。今天拉斯维加斯的行程就到这结束啦，大家拜拜。